其实到现在开始有一些真实感了，因为开始饿了。对 对。然后，但是刚开始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没错。好像现在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没错，我们是心想最佳演唱组合。耶、yeah！ 还是有一点，就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，然后以后有更多的挑战要继续往前了这样子。有奖金哦，有奖金呢、哦，而且有10万哦，不错，对，真的没有想到奖金这一题，对啊，完全没想到，突然间觉得好开心啊，突然开心，很棒的礼物，中了头，可能先请做专辑的所有人一起吃饭，因为我觉得专辑做完之后，我好像有些都还没有真的见过他们，然后就觉得如果有个机会。可以因为这个奖金，然后见到他们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饭聊天，好像很蛮赞的。像一个尾牙的概念，对，一个尾牙。我们要办一个，之后有更多喜事要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其实有一个欠着的喜事，没错，我们一直在准备，也在筹办我们的婚礼，预计是在明年初。在努力当中。对对对。那其他喜事就在等我们。其他喜事要再等一下。